同学们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这节课我们继续画速写。我们上一节课画的是多角度的这个一个动态，这节课呢，我们画一个多透视状态的一个动态。多角度跟多透视，有类似的地方啊，那么它们之间有一个衔接，因为多角度多透视对我们今后的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我们创作中，我们最习惯的，大家最喜欢画的那个角度，最喜欢抢的那个位置啊，恰恰是你创作中最不需要的，创作中应用最少的啊。结果呢，你熟悉那样的一个形象，那样一个姿势的时候，在你创作中就用不上啊。所以我们这几年看的很多这个创作作品啊，都是傻站这个地方，一组人傻站着啊，连点动态都没有，傻站一组一组的，不过是大小啊，就这么一个尺幅，人物有多有少，都是在傻站着。啊，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创作呢？有时候一个展览会里面90%的作品都是这样一个构图方式啊，因为他在课堂上就这么训练的啊，就是经常抢这种位置，经常画这样的角度，对其他角度不熟悉，对其他角度呢不了解。我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，要注意改正啊，纠正这种毛病啊，要多角度的啊，多透视状态下的这个。形象，那么在你创作中会得到一个特别好的应用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啊。现在我就开始。很多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或在平常的学习中已经有了，已经逐渐这个了解了。我们画速写的时候就是一种应用，把这些解剖知识啊、透视知识啊，得到一个应用检验的一个给自己创造这么一个机会。经常做这种尝试，经常做这种练习，这样你在将来到生活中画速写的时候，那么碰到这种情况，你能很快的就抓下来。这是一个带俯视的一个动态，主要是它这个透视状态下啊，这个一定要有啊。将来画解剖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背下正面解剖背下来了啊，你画的这个骨骼肌肉都准确，好，现在给你出个难题，让你是透视状态下的解剖，很多人就不会画了，变不过来，转不过来啊。等你这个解决了以后，再来一个动态下的这个解剖透视，你看看，就一环扣一环的，你这环没解决，如果你跟上这个问题没弄明白，那下面几环你几乎都对你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先画这种要画快的时候啊，一笔画错了不要紧啊，你就先放过它，不要为那个烦恼，非要给它纠正对了以后再去画，那别的就没了，是吧？都画完再说，可以有很多复线的。这个叶浅云先生那时候说，希望你们一根线就画准，那才有味儿啊，才显得精到。黄豆先生说这个，那一根线画准，那。不生动，你画错了不要紧，你可以再重复啊，再来一笔，有一根准的感觉上好就行了。每人的想法都有他自己特点，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啊，给他梳理一下哪个更适合我，我觉得我创作中需要就行，不一定非要遵照一种死的一种样式去。
检查一下这个透视状态下，这个是不是俯视，哪个地方俯视的还不够，还是我们给它平着画了啊？有时候很多不舒服画面，第一眼不舒服不顺眼都跟透视有关系啊，就是你太刻意的局部画了。这个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刚才没画好，我们这边再，哎，我们这边再慢慢的，再慢，稍微慢一点画一个啊，不一定非要在这上纠正很准确了啊，你可以在旁边再画一个。所以经常看有些这个大师们的速写啊，他们在旁边也画了好多那个重复，画了好多动作，一个角度又画了好几遍。你看这个这条线停这儿，就跟这边呼应，啊，它都是呼应的。这手腕是方的，要有一个习惯啊，只要一画到手腕子的时候就是方的，朝哪个方向去转就可以了。但它这个方的概念你要找出来，哪个角，你看这个角这儿啊，这个是这么穿插的啊，这要特别交代出来。这是个侧面的，这线细一点，起坡了，这要面儿的话，如果光影素描画的话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姿势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。耳朵就跑这儿来了，这因为透视造成的啊。这个前后关系啊，要弄清楚啊，哪个方向哪个方向。有时候一个眼窝，有时候这眉毛往这边稍微来一点，就把这个眼窝给框出来，一弄就咧过了啊。这些细节呢，等到大的位置定了以后，你再加一点细节可以，时间允许的稍微加一点细节，否则就是大的位置先定下来。脖子进去了，看不见脖子了。在这个
隆起的体积上面啊，线条就是这不要太重啊，不要影响它那明度啊，不要超过这个线条，这主线。有时候这个，你比如在这里面，如果线条太重的话，它影响主要线条的这个表现力，它翻出来了啊，那就不好。你看这个肚子这个纹都要围着这个形体来转。尤其起坡这个地方啊，这坡的这个，用笔颜色要轻轻的。坡上涂的这个面儿，这个不要太重，用笔也不要太重啊。这个地方特别难画，这要慢下来才行，太快了这是画不了。你这透视有时稍微不好，它就感觉转不过去，就这个地方就感觉不舒服。这几个套圈没套好。这个姿势这样啊，我再换一个。
都是透视，大透视。有时候即使我们很熟悉解剖啊，你都背得挺熟的，但是一在透视状态下就出问题，因为它有缩短的部分啊，有重叠的部分，等你透视状态下画好了以后，它运动的时候它又出问题，所以要过几关。这个透视这么转过来啊，有这么感觉，有这个转的感觉。所以这是笔折了不要紧，你要有这个两头削的这个准备，或者手里再攥几根笔啊才可以，否则的你再去削铅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所以为什么看很多画家手里攥了一把笔啊，两头削的笔啊，就是做这个准备，那是比较有经验的画家啊。有时候先把这大轮廓先勾出来，先凭着感觉先勾出来，然后再慢慢对，能对就对上，不对不上就画别处去了，也无所谓啊。否则你要完全准确的时候，那大感觉就没了。画这个里边那个灰线起坡的时候啊，要轻一点，不要特别重，要找对它对接的口就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，每个这个口啊，有这个线条的时候，这重叠的时候啊，哪个线压哪个线的时候，找往里带啊，这个面要找面，往里带起坡，找它。要熟悉解剖知识啊，比如这个肩胛骨、背阔肌，这种透视状态下它有一个大的变化。这个小的变化，这个很重要。坡有时候帮着透视，加强透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啊，换一个这个位置来画，继续画我们这个模特啊，画对象。带点仰视的，就是我坐的比较低，他的比较高。
这个有时候侧面啊，它是重叠的，一个结构压一个结构，啊，有时候我们画光影素描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忽略了，用一蹭就给推过去了，它实际上就好多结构就没了。我们要求是撞过去，不要去推。能看到鼻孔了，这个是一种上弧形的，都是，啊。这个笔有时候这个一个新笔的面没磨出来的时候啊，它就不顺手，这个皴这个坡的时候呢就比较愣，就有这个笔触啊。这角度我都不太很熟悉，所以有时候也需要，经常来做这种练习。同学们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这节课我们画了好多这个角度啊，多种透视状态下，完成了一个姿态的观察。这样呢，训练方法呢，比我们平常在一个角度来抠它，那种深入，要好得多。因为我们是多角度的来认识一个形体，研究的那个这个深度啊，一定比一个角度要更丰富啊。
有时候一个角度中太多容易死板，你并不了解它深入是什么啊，那个素描的核心是什么。所以只有全方位的研究它，了解它，多角度的来了解它，多种透视状态来了解它，那么你对这个形体把握才能更深刻更准确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里。